大家收看全球古典音乐坛，我是芳芳老师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些湾区的音乐工作室。在湾区有很多人像我一样，会把家里面布置成温馨的工作室。像我呢，就会在家里面购置了两台斯坦威，一台三角斯坦威，一台立式的斯坦威。我常常在家里面跟小朋友们一起练习双钢琴，让他们体会到学习音乐的乐趣。我还常常会在家里面烹饪一些小食品，作为小奖励给学生们一起分享。当他们弹得特别棒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们分享我的小食品，用美食诱惑他们哦。我是来自旧金山的 Vanessa， 祝大家牛年大吉，喜气洋。我是来自旧金山的 Tony Tao， 祝愿牛年多财气。我是来自旧金山的 Jackie Paul， 祝愿牛年多财气。